现在继续讲今天下午的课。那么这个下午的课呢，到达彼岸。我们上面讲过这个波罗蜜多啊，它的意思就是智慧到达彼岸，就是用智慧到达彼岸啊。那么智慧是什么？我们简单的讲过了啊。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什么是彼岸啊，然后呢，如何到达彼岸？今天下午的这个我们的课就这个内容。那么首先我们讲彼岸啊是什么呢？佛教里面经常讲此岸和彼岸啊，就这两个。那么此岸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六道轮回啊，此岸就是六道轮回。然后彼岸是什么呢？彼岸就是超越六道轮回以后的这个境界。用佛教的话来讲，这个叫做解脱啊，解脱。从什么样的东西当中解脱呢？就是从这个六道轮回当中解脱。这叫做这个到达了彼岸，也就叫做这个解脱，获得解脱啊，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彼岸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人啊，通过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这种方法去训练，去训练，最后这个训练就成功了以后呢，就人可以把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心啊，它本身就存在的这些先天的这些烦恼，负面的这些情绪啊。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些佛教把我们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啊分的善恶，还有就是非善非恶，就叫做也叫做无记，这样子三种不同的心态。三种不同的心态当中啊，这个恶啊邪恶的这种心态呢，然后再分负面的这个心态和毁灭性的心态，就有两种心态。负面的这种负面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平时比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攀比啊、攀怨、攀比、虚荣啊等等啊，这些会给人带来一些浮躁，然后就是逐渐的让人不幸福、不开心啊，导致痛苦的这样子的心态，叫做负面的心态。然后毁灭性的心态是什么呢？毁灭性的心态就是用佛教里面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心态，它就归纳为五种啊，归纳为五种这个烦恼。然后这个五种烦恼呢，最后再归纳为三种啊，那三叫做贪嗔痴啊，贪嗔痴就这三个。痴是什么？痴就是愚昧啊，愚昧。这种愚昧呢，平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讲的这个愚昧是不一样的啊，非常非常，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认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这些智慧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也是愚昧，它就也是变成愚昧了。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讲过了，比如说我们用一种颜色来画工笔画，比如说画国画那么它这个画画的方法，然后这些颜色的这个搭配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动脑筋的。然后也是一个画得好的话，
然后这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刚才讲的上面讲过，这些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桌子是长方形的呀，或者是这些颜色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呀，其实这些都是愚昧啊，这些都是不存在的。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些颜色实际上就在我自己的大脑里面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这些颜色是外面的东西，然后呢用这个颜色我们画很多的画啊，画各种各样的画，那这些实际上从这个角度讲也叫做愚昧。那么这个愚昧啊，这种愚昧也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不了解人生啊，不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这种心态就叫做这个愚昧。然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我们平时讲的这种愚昧，那么这个当然也是愚昧，但这个不仅仅是这一点啊，不仅仅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很聪明的这些东西，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就不叫聪明了，已经是这个愚昧啊。总而言之贪嗔痴里面的这个痴啊，白痴的痴啊，痴就是愚昧啊。总而言之这个愚昧是什么？第一，不了解我自己啊，不了解我自己。第二，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不了解自我的真相，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这叫做这个痴。这是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这些烦恼都是来自于就来自于这个愚昧。因为不了解生命的真相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然后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切合实际的，或者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太多太多的这个想法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然后产生了以后呢，这些想法这些念头给我们带来太多的这些负面的这个能量，负面的能量，然后我们吸收了太多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储存在这个我们的心里面，继续储存，然后它到一定的时候，这个我们所储存的这些负面的能量它会释放出来的。它释放出来了以后呢，负面的它释放出来的东西也是负面的，负面的东西，这叫做罪果。比如说就打人、骂人、偷盗、抢劫等等，就是因为这些东西的这个释放出来以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这叫做愚昧。然后痴，然后就叫做贪。贪是什么呢？贪就是一个过度的贪欲在这个里面呢，就佛教就讲佛教就讲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轮回，我们为什么没有到达彼岸我们为什么一直都在这个此岸原因在哪里呢？他就讲很简单，就这两个一个是愚昧一个是贪欲。这三毒里面呢，除了这个贪和愚昧贪和痴以外呢，还有一个嗔，嗔就是嗔恨心报怨仇恨这些。但是它不是我们这个轮回的这个动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轮回就像佛经里面经常用一个比喻，就像古代古人用的这种水车从水把水抽出来，然后再送到这个田里面的这种水车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像广西这些地方也就看得到这个水车那么这个水车它的动力是什么它为什么这样子不断的转它转个不停它一直转完了以后呢，又从头来又转一圈，不断的这样子转那么我们的轮回佛教就讲我们的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我们啊，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东西啊，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中间的一部分而已啊，包括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活了啊，生存了啊几十年，那么这个时间啊也是一个这个啊人类历史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阶段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阶段啊，前面的后面的我们都没办法看到，然后我们今天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的我们的这个生命啊，也叫做人生，这也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这个生命当中啊，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环节，很小环节，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朵花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朵花，然后它的啊这个组成这个花的这些物质的结构里面就有分子、原子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些物质啊，微观世界当中的这些物质，那么这些微观世界的物质，像分子、原子、电子核之类的东西啊，今天它组成了以后，就变成一朵花，以一种花的形式啊，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分子、原子啊，然后这个花揭开了以后，或者是说灭了以后，灰灭了以后呢？然后这些原子分子它就由它们又会组成另外一个物质有可能是一朵花呀，有可能是一个另外一种植物呀有可能是一种其他的比如说建筑材料啊，就有可能它是以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来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后这个物质灭了以后呢，然后由比如说这个花，然后呢它组成它的这些原子分子变成了另外一个植物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后这个植物毁灭了以后呢，其实它是没有毁灭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毁灭了，但是呢真正的它的组成它的这个一朵花或者另外一种植物的它的真正的这个微观世界里面的这些原子分子，它没有它是没有毁灭的这个我们学到的这个物理学里面经常讲这个物质不灭物质能量转换，最后还是以其他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之前这朵花的组成构成这朵花的这些原子和分子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是几年前有可能是几年前以另外一个物质的身份出现过我们的眼前，然后这个毁灭这个灭了以后呢，然后又出现就像我们的某一种生活用具，首先是一个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器具然后呢用完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垃圾了，是吧？然后这个构成垃圾的这个原子这个分子呢，然后又加工了以后呢，然后下一个呢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个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永远都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中间的就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阶段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感受到的也是这个生命当中的就是一部分环节，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环节，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有24小时的话，那么我们这一生的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可以活到100岁的话，那么这个100岁它可以占多大的比率呢？那有可能是一秒钟的千万分之一一秒钟的千万分之一，那我们今天感受到的就是一秒钟的千万分之一。除了一秒钟的千万分之一以外的，
过去的未来的啊，我们都没有看到，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得到的。就像这朵花的分枝冤枝以一种画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一朵花。然后这个花老了以后呢，然后它会变另外一种物质。然后这个分子原子它其实是没有灭，它又变成另外一种这个物质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它都是不断的这样子的循环啊，不断的这样子循环，外面的世界也在这样子循环啊，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在这样子循环。我们今天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地球上啊，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呢，我们还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但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啊回来，那是以其他的，不是我自己决定啊。当然是我们可以说是自己决定，但是不是我自己想想的，而是我要看我创造了什么样的条件，这个条件来决定我下一次是我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出现啊。比如说这个花是一个花的形，这个花组成的这些原子分子是一朵花的这个形式出现呢，还是另外一个某一种物质的这个身份出现啊，这个就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来决定。总而言之它是不会间断的啊，一直在循环。那么我们的生命也在这样子的循环，这叫做水车啊，水车的这个动力一样啊，因为它有这个水的流量的动力，所以它就不断的这个轻重啊，它就不断的可以转。然后我们也生命也在这样子的不断的在转。那么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转呢啊，它的动力在哪里呢？西方宗教就会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上帝啊，上帝啊，第一推动力啊，就是西方宗教的这个哲学里面都讲第一个推动力，第一个推动力什么？就上帝。但是呢，佛教它本质上就否定了这个上帝的存在，他觉得没有这样子的神啊，一切都是自己的，自己决定的，那么自己决定，那我们这样子不断的这个循环啊，一直都在这个轮回当中循环，就像外面的物质，它现在是一朵花，然后就是另外一个物质，再然后就是一个另外物质，但是它的微观里面的这些分子原子都是一个东西了啊，但是它宏观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变化。那我们的生命也是，生命的本质啊，就像这个花的分子原子一样，它是不变的，永远都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但是出来的时候呢，它的身份啊，它的心思，存在的心思就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动力在哪里呢？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转下去呢？然后佛教里面就讲，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推动力不是上帝，他说不是上帝啊，那是什么？是我们的愚昧啊，就是我们的愚昧，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物质的真相，更加的就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真相，所以我们这个当中产生了一种动力啊，然后这个动力让我们不断的转啊，这样子转下去啊，这个叫做痴安，这叫做痴安啊。这叫做轮回，这叫做痴安。然后佛教就讲轮回啊，讲六道轮回，它是在哪里？地狱在哪里啊？天堂在哪里呢？那佛教里面讲的是什么？佛教就讲这个，不是，比如说在某，就像我们这个地球上啊，有这个北半球南半球啊，就很多很多国家啊，有很明显的界限一样啊，哪里是地狱，哪里是天堂，哪里是人，有没有这样界限？没有这样子的界限啊，没有这种界限。那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以我们人的感官看啊，这个星球啊，这个天体啊，叫做地球，有水，有空气，
有阳光啊，人可以居住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叫人间。但地球为什么是地球呢？还是最后还是要以我的感官啊，以我的眼睛来决定啊，决定它为什么是。比如说我们地球上的这个植物，它为什么是绿色的？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等等，这些都是还不是说这些颜色都不是说我自己大脑里面先出来的吗？所以最后啊，这些是以我们人的眼光看是这样子，然后换一个另外一个感官来看这个地球的话，那就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这个叫做除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三维空间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个三维空间以外，还有更多的啊，四维、五维这样子的更多的空间。所以这些都是重叠的，这些世界都是重叠的。所以我们《华严经》里面讲啊，比如说一根头发的啊，一根头发的顶端啊，也存在着无数的世界。而且这些世界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干扰啊，各是各的。这个就是不好理解了，我们普通人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一根头发的这个顶啊端啊，怎么可能有一个无数的世界呢？我们觉得这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世界。但是不是这样子啊。从这个佛教的相对论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完全是可能的。所以这些世界啊，都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的感官看不见的东西啊，就很多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人的眼睛啊，看不见啊，这个紫外线啊，红外线，然后蛇的眼睛就可以看得见啊，比如说三个小时之前有一个人从这个地方过去了啊，那么我们人的感官根本没有办法，三个小时之前这里什么样的人从这个地方过去没办法，但是呢狗就可以了啊，狗的鼻子就知道三个小时以前什么样的人从这里过去了，他知道。那么三个小时之前从这边过去的这个人走了，但是呢他这里留下了一个东西啊，但我们看不见呢，我们觉得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呀啊，但是有啊，狗看得见啊。然后我们的比如说啊，我们的手放在啊，右手放在左手上啊，然后这个手背啊的温度上升了以后呢，我们的肉眼看啊基本上看不见什么。但是呢蛇的眼睛看就看得见啊，有变化啊。所以这很多东西是不是我们的感官说了算，我们的感官只能看到他自己看到的这个范围，其余的东西他看不见的。所以这些啊世界，这些世界都是在换一个另外一个啊感官去看的时候呢，那就不一样了。我用我们的感官去看是一个地球，然后用另外一个生命的感官来看，那它不是一个地球啊，这样子。所以这叫做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那么我们这样子一直都在这个轮回当中循环，是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有一两个。第一个，我们不了解这个生命的真相，是主要的一个推动力啊。还有一个次要的这个推动力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个轮回啊，对这个世界，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眷恋啊，这个眷恋、留恋啊，用佛教的话讲，这叫做贪啊，贪。就这两个，因为有了这两个，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啊，人，比如说人死了啊，但是他的灵魂，他的这个生命啊，就会他又会另外一个不同的形式出现啊，就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化的形式出现，
毁灭了以后呢，这些微尘啊，这些原子分子以另外的东西啊出现一样，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直都这样子存在的啊，这叫做生命轮回。这个叫做我们今天讲的慈安啊，就是这个叫做慈安啊。那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确实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觉得，比如说，有信仰也可以啊，没有信仰的话也没关系的，但是呢，我们要去了解一下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科学家、哲学家也是啊，最大的盲点是什么呢？最大的盲点就是自己啊。就自己，我们今天我们学了很多，然后我们比如说现代人啊，已经掌握了很多很多，这个不但是地球上的，而且是太阳系里面的，不但是太阳系，而且是这个整个宇宙空间的啊很多信息也掌握了，但是很绝大多数的这个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也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啊。怎么样不知道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的这个大脑开发的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它的10%到15%啊，那么85%根本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开发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不明白的，是一个最大的盲点啊。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为什么我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动物啊。那么大街上的流浪狗、流浪猫，它为什么是一个动物而不是一个人呢？啊，当然从进化论啊，从这个进化论的角度来讲，可以讲啊，这是人与动物的这种进化的程度。但是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身体。说的是身体的进化，不是内在的。比如说一个计算机，它有硬件和软件啊，一个人也有硬件和软件啊。硬件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躯体就是硬件啊。软件是什么？我们的内在的东西就叫做这个软件啊。那这些东西的进化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啊。这些东西深入的去思考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就会获得很多很多的这个智慧啊，而且这些智慧我们很多时候都很需要的，非常有用的。当然我们今天上午讲过，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不需要这些啊，我只要有吃有穿有玩啊，我就开心了，我什么都不需要了。那这种人的话，那当然不需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啊，什么轮回不轮回都无所谓了。但是呢，这个是人的选择啊，选择。佛教它没有说你一定要去研究这个，你一定要去搞这个学术研究，或者是去修心，它没有这样要求啊。但是佛教就是它要求，那、你最好去了解一下啊，最好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不了解这些的情况下，你觉得你过得很好很好，你如果是沉迷于眼前的这个幸福，这样子的话也可以，但是呢在这个后面啊还有很多很多很恐怖的东西啊等着我们啊，你到时候解决这些问题是没办法解决。所以还是佛教就是要求我们，还是要你最好去了解一下啊，了解了以后呢，你真的了解了以后呢，一个问题解决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些都叫做轮回啊，轮回。轮回，人死了以后的这个状态，我们过去很多人就说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可能。其实现在就很多人就相信。为什么相信？越来越多，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啊，相信。科学家的态度是什么？科学家的态度，他们也就说，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没有办法否定啊，人死了以后还这个存在的可能性啊，没办法否定。然后有可能人死了以后还有一个东西存在啊，目前科学家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这个并不是说什么科学完全可以否定什么轮回啊，没有这样子的啊，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这么说。嗯，他很公正的啊，西方很多科学家也就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啊，去收集了太多太多的这个关于轮回方面的数据啊，信息，嗯，然后最终把这些数据信息整理了以后呢，啊，最终的分析了以后，最终的这个结论就是说，没有办法否定啊它的存在可能性啊，有可能存在，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用我们佛教的话讲，这叫做轮回啊。这个轮回就是这样子，一次死了以后又回来，又一直都这样子循环啊，不停的转，这叫做轮回啊，这叫做慈庵。嗯，然后它的动力是什么呢？它的动力不是造物主啊，它的动力不是万能神啊。他的动力也不是无因无缘偶然，这不可能的啊！他有动力，嗯，但是不是万能神，嗯。然后佛教分析了以后呢，他的动力不在外面啊，他的动力根本不是一个外在的力量啊，他的动力更不是一种鬼或者一种神啊，都不是，嗯，那是什么呢？他的动力就在里面啊，就在我们的心里，嗯。是什么？就两个，把佛教的这个我们的今生啊，分析以后呢，分析了很多以后，最后就这个里面就发现了两个啊，两个问题跟这个轮回有关，其中一个是愚昧，另外一个贪欲，就贪和痴啊，贪嗔痴当中的贪和痴就是这个轮回。然后我们现在找到了轮回的这个根源，找到了，比如说我们到医院去啊，去看病的时候，嗯，比较负责任的啊，大医院啊，就不可能啊，马上就给你打针啊、吃药啊啊。首先就是一定要在两天三天里面呢，就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检查啊，然后要去找这个病院啊，然后找到了以后呢，再去下药。啊，就是这样子，佛教也是这样，先去找啊，为什么轮回啊？去找，找到了，现在已经找到了啊。那么找到了，那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啊？这两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啊？佛教就认为，那是不是烧香拜佛来解决？是解决这个问题吗？它不是的啊，烧香拜佛跟这个愚昧啊。是不冲突的，不矛盾的。你同时是很愚昧啊，但是同时也可以很虔诚，天天烧香拜佛啊，可以这样子的，所以不矛盾的。嗯，烧香拜佛啊，不矛盾。嗯，然后我们诵经啊、磕头啊啊，这些跟这个愚昧有没有矛盾？也没有矛盾。比如说，你同时也是很愚昧啊，但是也是很虔诚的，天天念经啊、烧香啊、拜佛啊、做慈善啊、公益啊，这些都可以的啊，都不矛盾的。嗯，这些跟愚昧啊两个可以同时存在的，因为他们相互不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的。嗯，所以他们啊不能解决这个轮回的根源啊。那什么东西可以解决呢？佛教就觉得，因为愚昧啊。愚昧就是需要智慧，嗯，有了智慧，然后立即把这个愚昧啊就解决了。比如说我们啊这个会议室里面呢充满了黑暗啊，没有光芒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就需要灯光啊，很简单，不需要其他的啊，开关一开啊，然后立即这些黑暗都不存在了，嗯。同样的，这个愚昧啊，就用智慧啊，用智慧来断掉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佛教就说啊，需要的什么呢？需要的是智慧啊，智慧啊。首先，这个智慧啊，以怎么样的方式啊，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啊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如何到达彼岸？这个里面讲啊。然后我们智慧啊。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智慧啊，开发了大脑也好啊，开发了我们的潜在的这个
力量也好，这个开发了以后呢，然后把我们的第一个所有烦恼的根就是贪嗔痴啊，这三个从本质上、从根本上铲除了，铲除了以后呢，然后其他的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啊，负面的情绪全部都会瓦解的啊，全部都就会瓦解。比如说，我们把一个树的树根砍掉了以后呢，然后树枝呀、树叶呀全部都会倒下来的啊。同样的，贪嗔痴这三个解决了以后呢，它就会会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负面的这个情绪都会铲除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慈悲心啊、爱心啊，这些呢不矛盾的，跟这个智慧是不矛盾的。他们是可以跟这个智慧和慈悲心可以同存，同时可以存在的啊。慈悲心和智慧是可以同时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慈悲心增长，然后智慧增长啊，把一个人的慈悲心和一个人的这个智慧培养到最高的这个最顶尖、最高的这个巅峰的时候这个叫做成佛。用佛教的话来讲，成佛。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成为佛、成佛，这是不是一种神话呢？这个不是神话故事，这个绝对不是神话故事。因为我们这个精神方面的这个研究投入的很少很少，所以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实是最神奇的东西、最奇妙的世界就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心中精神世界它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这个开发以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就达到一个这样子的境界。人可以达到一个这样子的境界。那这叫做彼岸这个叫做彼岸。我们是不是这个到达彼岸的意思呢？是不是我们从地球的某一个地方移民移到美国，移民移到加拿大，是不是这样子的概念呢？这个不是就是就在地球上把我自己的心灵净化了以后呢这就是你看到的世界就变成了这个清净的世界干净的世界、纯洁的世界。所以人的内在的这个贪嗔痴、自私、傲慢这些东西都全部放下来了以后呢，然后人的身体上的疼痛等等，还有这个痛苦也都会消失的都会消失的。这个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朝替这个电影里面讲的一样，人的痛苦是真的是会消失的这个我们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比如说我们学心经体会到了这个心经的内容，然后在这条路上面稍微走了一点点的时候的，我们会感觉得到原来肉体上的这个疼痛感受它什么叫做这个疼痛呢实际上幸福、快乐、痛苦、疼痛都是一种感受而已，感受是一种很特殊的感受那么所有的感受都是什么？都是精神的现象都是精神我们内在的精神的不同的一种现象，叫做感受除了感受以外的痛苦我们能找到吗？找不到的除了感受以外的幸福能找到吗？找不到的所以这时候的这个痛苦就是以我们的这个清净的智慧完全是可以化解的完全可以化解。所以我们学了心经以后心经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应用的最后的这个时候也得要讲这个通过心经的智慧我们体会了体悟了这个心经的内容以后，
然后第一个啊，精神上的痛苦啊，以这个方式来解决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啊。但是肉体上的痛苦呢，还是要稍微还要慢一点啊，还要修行的境界达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够消失肉体上的痛苦啊，痛苦。但是精神的这个痛苦啊，精神上的痛苦呢，就很容易解决的。嗯，我们这个女子读书会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嗯，那么女性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啊，20岁、30岁之下，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感情上的痛苦，感情上的痛苦啊。40岁、50岁以后的痛苦，绝大多数都是家庭的痛苦啊，比如说老公啊有外遇呀，有第三者的这个参与呀，等等，就是这个事情的这些导致的一些这个精神上的痛苦。那么这都是精神上的痛苦，这些都不是吃不饱穿不暖，不是温饱的问题导致的痛苦，都是精神上的痛苦。嗯，那这些痛苦学好了这个心经的时候啊，稍微有一点点体会的时候呢，这些痛苦是非常容易解决的啊。精神上的这些焦虑啊，痛苦呢，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痛苦，有这痛苦的时候呢，你立即用这个心经的智慧，立即就可以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血液里面啊有病毒的时候啊，然后就是身体就导致了疼痛，嗯，然后呢，我们吃了药或者是输液啊，把药物的力量啊输送到这个血液里面以后呢，啊，这药物的力量把这个病菌病毒给杀掉了以后呢，啊，血液啊就得到了这个清净啊，然后身体就康复健康了，嗯，同样的，我们的精神当中也会产生病菌的啊，这个精神呢，精神就像我们的血液一样啊，血液一样，然后这个血液里面啊也会产生病菌的啊，这个病菌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讲的一些这个生活上的这个琐事，工作的、婚姻的、家庭的、感情的，哦，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生活上的这些琐事，嗯，然后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这个看法导致了一种产生了病菌啊。刚才我们讲的啊，比如说这些病菌是外在的，比如说啊家庭啊这个婚姻感情不顺利等等，是不是外在的东西导致的呢？它不是，实际上外在的东西呢，它是一个次要的一个因缘。主要的问题呢，嗯，就是在我们的精神里面啊产生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病菌一样，在我们的精神当中啊，就产生了一种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嗯，然后就导致一种痛苦啊。这个时候，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然后我们把这个心经就像药一样啊，把心经的智慧就输送到这个精神的血液里面去，嗯，然后当我们的精神，整个的这个精神是以这个心境的智慧啊沾满了以后呢，啊铺遍了以后呢，然后这些我们这些对这些家庭所产生的、所带来的这些烦恼这些痛苦啊，一下子就解决了。啊，这跟药物的原理完全是一样啊。但是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讲啊，没办法给大家证明这一点，只有啊自己去体验啊，体验了以后呢，你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男女老少，什么样的这个身份，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啊它的这个真实性。嗯，这就是我们心经运用到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方法，嗯，所以
这里面呢，我们啊要讲到的这个彼岸啊，简单的讲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把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啊，各种各样的痛苦全部消除了啊，消除了，没有这些痛苦啊。然后外面的任何一个，外面的任何一个这个生啊，任何一个事情啊，不能扰乱啊，不能扰乱我的心态啊，这样子的。我们的内心啊变得非常的坚强，非常的坚强。通过这种佛教的方法训练，训练以后呢，就通过就变得非常的坚强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的方式。人要活下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啊，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啊，这才是最靠得住的。靠外面的，靠外面的东西，靠权力来生存啊。然后呢，就是靠这个另外一个人的权利，比如说靠这个靠妻子也好，靠丈夫的实力啊、靠丈夫的这个权利，或者是靠什么外人的啊、实力，想活得幸福，这个很难的，这个很难。如果真的要拥有幸福的这个生活的话呢，首先必须自己强壮啊，自强啊，自强。佛教也在讲自强自信啊，内在的精神。我们今天呢、现代，尤其是现代人这样子的，我们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脆弱的，脆弱。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过度的去依赖啊物质啊，过度的去依赖物质啊，我们想什么问题都用物质来解决，什么问题都用金钱来解决，什么问题都用权力来解决。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精神它自己没有什么啊训练，它一点都不强壮，非常非常的这个脆弱啊。然后我们把所有问题啊都用精神用物质来解决，有这种想法以后呢，越依赖物质，我们的精神就是会啊会越脆弱的。这个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今天啊物质越丰富，但是呢越来越没有这个幸福感啊，然后就是这个抑郁症的患者的这个比率越来越多，焦虑症等等，孤独症，就是我们的精神上的这些病，这些疾病的这个清淡啊，一年比一年长，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各种各样的精神病，那是为什么呢？那是过度的依赖物质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过度的依赖物质呢？这个跟我们接受的信息有关系。我们接受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一直都是告诉我们只要有钱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就是一直都就是西方的工业革命到现在200多年当中大家都是就灌输这个观点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就灌输这个，因为这个灌输每一个人的心理根深蒂固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把精神上的一些很多东西放弃了所有人都去奔波，去这个赚钱然后所有人都觉得有钱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样子就过度的这个依赖，过度依赖以后呢，然后我们这边的物质越来越发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精神就越来越脆弱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感觉不到，最终还是感觉不到这个物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幸福也是这样子我的意思就是说，幸福也是我们的自己的心态比如说某一个物质某一个这个水平的这个物质生活能不能给你带来这个幸福感这个不是这个物质来决定，而是我的心态来决定心态来决定。比如说比如说贫困的再稍微好一点的富裕的这样子的生活是不是贫困的生活一定会给你的是什么？一定是痛苦吗？富裕的生活一定是给你的是什么？一定是幸福吗？这个不是是要
富裕也好，贫困也好，我们对生活的心态决定啊，我们的这个生活幸福和不幸福，并不是物质来决定。当然啊，最基本的啊，这些温饱的问题，最基本的生存的条件，这个没有了，任何人都活不下去的。所以啊，幸福也是，然后痛苦也是啊，痛苦也是我们的一种感受啊，一种感受。什么样的东西给我带来痛苦，也是以我的啊这个心态来决定啊，心态决定。比如说家庭不和睦啊，或者是家庭里面的某一个这个成员的不忠诚啊，等等，就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个会不会给我们导致痛苦呢？还是以我们自己的心态来决定啊？有些时候是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痛苦啊，活都活不下去。对有些人来说呢，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痛苦啊。那么为什么呢？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区别？是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一样。所以我们首先要调整啊自己的心态，把这个心经的智慧吸收了以后呢，就输送到这个精神的血液当中啊，然后它把这个精神血液当中产生的这些病毒啊杀掉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没有焦虑了啊，没有痛苦了啊，这个就是心经给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啊，或者帮助，就是这样子啊。这叫做到达彼岸啊，彼岸简单这样子啊。佛教的这个解脱呢，如果我们讲复杂一点，非常非常的复杂的啊，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讲这么复杂啊。简单的说，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把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可以再归纳一下啊，把一个人的啊，把一个人的这个慈悲心和一个人的智慧啊，去培养啊，培养，然后训练，通过这种方法去训练啊，训练，最后到达了这个最顶尖的时候啊，训练提升到最顶尖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叫做成佛啊，这个时候是叫做什么呢？这时候就叫做解脱，解脱，简单的讲啊，这个叫做彼岸啊，彼岸就是这样子的。慈安和彼岸啊，简单的讲就这样子。然后有些佛教的一些很多的这些非常复杂的这些理论这些描述呢，如果我们感兴趣的话，那就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底什么叫做解脱到底什么叫做彼岸去了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彼岸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第一个贪嗔痴烦恼啊，所有的烦恼都从本质上铲除啊，然后呢，把我们的内在的这个啊精神开发出来，开发到100%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解脱啊，这叫做解脱，这叫做彼岸啊，叫做彼岸啊，这样子。啊，这是第一个，什么是彼岸啊？简单的说，比如说解脱啊、成佛这些，我们不能看作一种神话啊，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啊。然后第二个，我们再讲啊，如何到达彼岸啊？如何到达彼岸？这个题目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简单的说啊，如何到达彼岸啊，就是我们今天啊，比如说再有钱，再有权力啊，然后再有名声啊，就是我们世俗人最羡慕、最向往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有了啊，所有的东西都有，但是这个人是不是很幸福呢？那就不一定了。更多的大多数的人啊，都不幸福的，都不幸福，内在没有这种幸福感啊。
外在从外面啊，从外面来看啊，很辉煌的，很成功的啊，但是实际上真正自己的空间里面呢，没有那么辉煌啊，没有那么成功啊，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啊，很空虚，极度的空虚。那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啊不幸福？不幸福的原因在哪里？原来我们认为是没有钱啊，不是有钱还是不幸福啊？原来我们认为因为我啊没有权利啊，很多人瞧不起，很多人不重视我啊，不是有了权利以后呢，还是没有幸福感啊等等。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到底为什么是不幸福呢？啊，然后有一个内在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我们把这个问题忽略了，所以啊就不幸福。内在的问题是什么？有一个东西啊，始终啊不让我们啊拥有自由啊，自由啊。比如说西方啊，讲很多很多的自由啊，像言论自由、媒体啊、新闻自由等等，很多很多自由。但是如果这些自由都有了以后，是不是人就很幸福了呢？啊，那也不一定的，还是有一个不自由的东西了啊。那这个东西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啊，这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比如说啊啊，宇宙飞船啊，首先是我们通过火箭的力量啊，把它推到这个从地心的引力以外的太空啊，然后它就是在它的轨道上可以自由的飞翔啊，自由自在的飞翔。因为它没有这个引力，在这个之前飞不出去，它不能自由自在的飞翔。为什么？就是这个地球的引力。然后呢，风筝啊，风筝飞得再高再高再高啊，人还是要把它拉回来啊。为什么呢？这个中间还是有一条线啊，这线就在人的手里，所以你不能啊，天空很广，无边无际，但是你没有自由啊，自由自在的飞翔啊。为什么这根线啊还在别人的手里？那么我们啊，就像这个佛教里面讲的很多很多的时节啊，还有很多很多奇妙的这个我们内在的这些时节啊，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啊，可以去感受的，可以去看的，可以去体会的。但是呢，总是啊有一个东西啊，有一个东西不让我们自由自在啊，就是这个社会上的人世间的啊所有的自由都有了，但是有一个内在的自由没有解决的话，那我们还是感觉不到幸福啊，总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愚昧和这个贪，就这两个字啊，贪和痴，就这两个字。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啊，然后啊，就像风筝的这个线断了啊，断了以后呢，它可以自由的飞翔了啊。宇宙飞船它离开了这个地心的引力以后呢，它想飞到哪里就可以飞到哪里。我们啊，地心的引力是什么？是我们的贪欲，贪啊。然后呢，这个风筝的线是什么？也是我们的贪啊。就像有一句话啊，飞蛾扑火啊，或者是飞蛾投火，这是一个中国的成语啊，汉语的成语。那飞蛾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的这个小昆虫啊，飞蛾它飞投啊，投入这个火啊，非投不可，它一定要投入到这个火里面，它一定要扑到火里面去啊。我用人用手挡都挡不了的，他一定要扑到这个火里面去啊。然后扑了火以后呢啊，然后就是啊，最后就烧掉了，死了。这个痛苦啊，他就不知道。但这个痛苦是怎么样来的呢？这没有外在的力量，这不是某一个万能神或者是某一个造物主让他扑火。
啊，也不是某一个魔或者某一种鬼让他扑火，不是啊，是他自己的贪欲啊，他对这个火光啊有很大的这种啊感兴趣。佛教里面讲他为什么感兴趣呢？佛教就讲啊，上一时非常贪色的啊，或者是非常贪自己的相貌的啊，这种人啊，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啊，就会变成搞不好的话啊，就会变成这样子的。当然，比如说我们同时啊，喜欢自己的相貌，喜欢自己长得漂亮一点，但是呢，同时也心善啊，那就不会的，不会投入的。嗯，比如说一方面呢，就是有这些因缘啊，很贪自己的啊身材、自己的相貌啊，然后同时又遭罪啊，这样子的话，它就会变成，因为光啊，它是一个比较美丽的颜色啊，然后他对这个光是非常非常感兴趣，他一定要投到这个火里面去啊。那这个是使用什么东西决定的呢？不是地球的引力，不是造物主万能神鬼。都不是，是他自己，嗯，他自己，但是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嗯，所以他投火的这个啊，这个中间的这个，他不自由，他一定要这个啊，投火啊，资金啊，这个原因就不在外面，就在他自己的心里，嗯，同样的，我们啊，在轮回当中的这些问题呢，也是这样，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啊。谈啊，那么心经的啊，这个是针对愚昧，首先是针对愚昧，然后啊，就是要针对这个贪啊。但是大家不需要害怕，是不是这个贪是不是让我放下很多东西啊？然后是不是啊，我们赚的钱也就不能用了？我们是不是也就不能享受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东西呢？啊，不是这些，这些都不是主要的问题了，嗯。贪解决了以后呢，用智慧啊，把这个贪和愚昧啊端出了以后，然后就人就可以啊自由自在的，就可以就啊飞翔，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啊，因为第一个他没有贪，第二个他没有愚昧，因为没有了这种愚昧以后，他不执着这个身体了啊，不执着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他会消失这个痛苦，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某一个人啊受伤了，他受伤的时候呢我们不疼，嗯，然后我自己受伤的时候我疼啊，那为什么呢？嗯，这原因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简单，我想这个用科学用哲学来讲非常复杂，很复杂，有可能就这个没有一个正确的回答，但是佛教里面非常简单，嗯。因为你不执着他的身体啊，他的身体你没有把他当做自己的身体啊，所以你不疼的啊，你自己的身体你当做是我呀，所以就啊，我受伤了以后呢，我很疼，嗯，啊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你把别人的身体当我自己的身体一样去啊，一样去训练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啊，那就完全有可能这个。别人受伤以后呢，你就感觉到痛苦了，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啊，完全有可能。我们有两个故事来证明这个啊。第一个故事是藏传佛教里面讲的，有一天呢，有一个上师啊，在很多人里面呢，就在人群里面，他坐在这个法座上面啊，讲课，嗯，然后就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啊，听法的，然后。边上就有一个流浪狗啊，有个流浪狗，然后呢，有一个人啊，拿石头就打了这个流浪狗啊，狗惨叫啊，狗惨叫的时候呢，这个上师呢啊，从法座上倒下来了啊，倒在地上了啊，然后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啊，很多人不理解了，他们都觉得上师是装的啊，怎么可能给？打了狗怎么会上是从法座上掉下来，这不可能啊。然后呢就啊
就然后这上士就把衣服拉开看一看啊，正好是这个钩啊，这个搭子这个部位就变成了啊，变成了子嗣了啊，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对终生啊有这样子的执着啊，所以这样子啊，还有一个啊。这样子的这个古诗啊，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外国的这个作家啊，小说家啊，他写一个这个小说的时候呢，有一天啊，他在他的书房里面啊写小说，这个就是苏联的小说叫高尔基啊，然后他夫人在厨房里面，做饭啊，然后夫人就听到了这个一个很沉重的东西倒下去了，就听到这个声音，然后他过去一看啊，高尔基就倒在地上了啊，然后他就很忙着去扶起来，扶起来为什么倒地上？原来他在写一个小说，这个小说里面呢，他就写两个人就坐在一起啊，这个金灿啊，工厂。然后突然间啊，另外一个人就把刀啊取出来，就捅对方的这个人啊。他写这东西的时候太投入了，这样子以后呢，捅到别人的肝脏啊。然后就是因为他太投入、太执着了，他倒下去了啊。正好是他写小说这个部位啊上面呢，就是变成了紫色啊，变成了紫色的，变成红色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这些都是执着啊，这些都是执着导致的痛苦啊，都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啊，就像某一个人的身体，就像我自己的身体那么去执着的话啊，那这个人受伤一定会疼的啊，我一定会疼的，绝对会疼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身体也没有这种执着的话，那我身体绝对不会有痛苦的啊。这就是这个朝题里面讲的，他说我越来越消失了这些人类的这个特征，他跟他妈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了吗，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贪就在这里啊，愚昧和贪啊。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是可能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够完全理解的啊，但是这个没关系的啊，慢慢的可以啊，可以学习啊，感受啊，这真理绝对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永远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这个执着、贪、眷恋啊、贪恋啊，这个和愚昧加起来了以后呢，然后就形成了这个庞大的这个虚拟世界啊，所谓的宇宙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端掉了以后呢，然后就到达彼岸了啊。这个方法，佛教的所有的方法都是针对这两个啊。佛教它不是挑战别人，而是挑战自己啊。它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不针对任何一个人啊，就是针对人心里面的啊。一些丑陋的东西，他不针对任何一个人。比如说今天某一个人做错了，他完全能够理解，不但是理解，我们要去学会理解别人啊，学会理解，学会容忍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容忍是什么呢？啊，不允许有这样子的啊东西，不允许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我们用心经的智慧去把这个东西啊，这个心态解决了，这样子以后呢，人啊，就所有人都先是人，再是菩萨，最后就是佛啊。所以佛教的方法都是针对这个东西，它不针对任何一个人，它不针对任何一个群体，它不针对任何一个宗族啊，不针对任何一个这样子的人。他的所有的一切啊，他的理论，他的方法，就针对所有人心里存在的这两个啊，愚昧和贪欲啊，针对这两个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就像把这个风筝的弦断掉了一样，它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啊。这就是如何到达彼岸啊。
讲得非常的粗糙，非常简单，但是呢，因为时间就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进一步的了解，那么到底怎么样断掉这个风筝的弦啊？怎么样断掉？断掉的方法是什么啊？我们刚才说了是心经的这个智慧，那么心经的智慧怎么样去断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我们明天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下午的第一个课就讲到这里。